哎，二哥直接中招，赶紧赶紧再来点盐。我离得多远？这边。我这技术确实不行，我猜刚才还说应该在那边。你看，看看，暂时还不知道我在挖它。哎，看那个鼻子还在那。等他知道的时候要截住他。截胡，从后边就截胡了。来，一挖一个准。鼻子一会儿跑哪去了？没事没事，那都是小事儿，这是大事儿，挖出来它是大事儿。给鼻子来，一块拿着吃掉。来，上货。哼，挖多少？哇哟，挖不少了啊！小不点儿，来，哎，先捡再说，还看个起脚，来看个起脚，看这个家伙，看，背了个壳，看是这个螃蟹，来了，哎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啊，寄居蟹哈，张牙舞爪，走走走。哎呀，险资善备，啥都有，先捡了再说。哎，这，哎呀，这等于一下快拿不了了。哦，往前再找找。二哥跑那么远挖称王去了。谁知道咱们在这边偷偷摸摸发大财。哎，哎呀，这个壳碎了。哎呀，这还是有很多的碎壳，碎壳咱们不要，只要这些活的，回家就给吃掉了。虾啊，小虾，哎，哎呦，虾，这个，哎呀，来吧，这是一个月亮贝贝，小个儿的月亮贝贝，塞回去，那连着肉，看没，那个，他想跑，你知道吗？他跑不了了。二哥在那儿胡搅，来，他要是好好想的，缠，这个很紧，你估计是什么？是黄皮儿啊，嗯，哇，这边人还挺多，这是个大货，是大货吗？多大货？你猜？哎呀，馋了，哈哈。文嘎，嗯，走，大屋见小屋。哎呀，手抠。来，蚬子，啊，蚬子。我看这儿有情况。蚬子，不会是个壳吧？还有。这么大个月亮贝的壳，哎，看这海鸥，这好像是一个黄皮蚬，老远就看见它了。前段时间这个晚上特别多，最近好像有点少了。人那天晚上几十号人就在挖它，走，咱们找找去。
那海鸥那叫声太恐怖了。来来来，这儿，这泉水里边，这还有一个。这儿有两个响子，这边个头都挺大。看这个，这个还在沙里边，二话不说先拿起来再说。走，看今天珍珠贝。回家就是一顿爆炒，我跟你说。这得养养有沙。再弄点啤酒。咱们少。